欢迎收看闲事通，我是割了很久穿的像个棉花糖的嘉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五双倒闭联名鞋。有看过前面一期匡威官方球鞋盲盒的朋友都知道啊，在之前的双十一期间呢，品牌把一些联名款呢直接做成了一个一个的盲盒，来供大家用300多块钱的价格来购买。听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不会吧，嘉哥，联名怎么会倒闭呢？但说实话，近几年除了小尼克以及 MB 推出的一些联名款普遍市场反应还不错之外，其他品牌一旦出联名呢，大几率都是扑街的。秉承着倒闭款我最爱，没人买我捡漏的心态，今天给大家推荐五款倒闭适合冬天穿着的联名鞋，以及呢，我会在这五双鞋子当中呢，欢迎程度最高的进行宠爱。老规矩，怎么参加？老粉懂自懂了。今天鞋子中的宗旨，球鞋送来穿的，不送来炒的。来看一下这五双的倒闭联名鞋。第一位 ，Human Made 联名 Adidas Original Rivalry Road。一说起倒闭的阿迪呀、啊，我就怎么着 ，low。别以为我不知道哈，在大家的一声声我永迪我永迪的背后，其实你们爱的都是倒闭的阿迪。对的，阿迪近两年真的够倒闭的，不仅主片鞋款倒闭，联名鞋款也倒闭，出道 Nigo 飞总等等的大咖联名的鞋子也倒闭了，让人不禁想起，难道倒闭也是你们应对 Nike 的策略吗？果然鞋圈是不讲武德的，年轻人好自为之。几个月前推出的这一款联名的 Rivalry Road， 在配色上面带有 Nike Dunk 系列的花俏，三个颜色，如果你来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欢迎弹幕告诉我相应的数字。秉承着是男人就穿粉色的真理，粉色绝对是我心中最好而且穿搭性最佳的配色，在二级市场价格也自然是最高的了。所以呢，我刚才推荐入手这一款大有 Nigo 老师最爱的绿鸭子摆件的配色的感觉。鞋身主要由绿黄橙褐皮革拼接而成，左右两边印有品牌的 slogan 以及星星 logo， 复古味道浓郁，加上全皮革的鞋身，冬天估计更抢手了。优点是联名价值高，皮质加持，缺点是价格在原价附近徘徊，货源不好找了。第四位 Reebok Question Meet OG Meet OG 艾弗森联名哈登。如今说起锐步啊，很难不把阿迪联系在一起，毕竟这一对的难兄难弟今年过得不怎么好啊，甚至最近阿迪呢还有一把锐步给卖掉了。所以爱会消失对吗？投入安他爸爸的怀抱难道不香吗？毕竟阿迪的话呢还是有一起可以撑一撑，哪怕坎爷总是做出各种花式的劈腿动作，但起码还有热度啊。至于锐步啊，曾经也是风光一时的品牌啊，复古运动鞋味道也是真的到位，可近几年真的肉眼可见的走下坡了。要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啊，锐步的球鞋是非常的排面的，脚踩一双艾弗森的 Question 系列上学是通往校园靓姐的一大捷径啊。顺应着这几年的复古球鞋风潮啊，锐步把这一双 Question Meet 也带回来了，并且配上了哈登一代的经典黑白红的配色方案，来个艾弗森联名哈登，这一切在背后的 logo 呢就能彰显出这个身份了。阿迪和锐步联名不是第一回了，但这一回把两大球星搬出来好像效果也并没有很好啊。复古的面包鞋型对于新粉来说，估计除了保暖之外真的很难 get 到它的美，所以同样是复古，还真的不是每一家都能随随便便把几十年前的鞋子翻出来再炒一遍还能涨价。优点是鞋型和联名都有情怀，面包鞋型足够保暖，缺点是过于复古不太能符合当下的审美。第三位 Supreme 联名 Nike Air Humara 17蓝湖配色。就在前几天， Supreme 以21亿美元的价格啊，被美国户外运动服饰巨头 VF 集团所收购了，不少人奔走相告啊， Supreme亡了，是病死了，街头亡了。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你至高无上，开遍我们祖国大地又进了一步，说不定明年双十一也能加入跨店叠加优惠了呢。现在不是挺了吗？那不一样哦，被收购之后的 Supreme 啊，前路会怎么样我们真的很难去猜测，但是有一点，收购前的 Supreme 一些经典作品肯定会有一波的涨价了。就像这一双的17年推出的联名的冷门跑鞋，鞋稿当天呢我们看到平台价格呢是799，那有图为证了哈，不是我坑大家的，到了开拍当天已经成了1000多了，冲着 Tit 呗。 Supreme 跟 Nike 在17年推出的这个联名系列，颜色除了黑色之外呢都是绿紫蓝这种骚气十足的配色，再配以98年推出的户外鞋型 Nike Air Humara， 要是放在19年的时候推出啊，估计会有不错的反响啊，可惜生不逢时啊。17年无论是户外城市风的穿搭，还是说球鞋炒卖市场都没有如今那么活跃，于是这一双也成了不少人的压箱底的保障鞋款了。那鞋身极具复古以及户外的属性，除了说亮眼的配色之外，也有不少的 3M 材质的配搭点缀，推出了三年近期又开始涨价了，别说我没提醒你咯。优点是 Supreme 联名配色少，户外鞋定位上脚不错，缺点是价格不稳定，货量不多了。第二位 Golf Le Bleu 联名 Converse Geno OX 黄蓝，曾经也是热度很高的小花联名户外鞋啊，一波匡威盲盒操作直接打成倒闭花。你以前要是跟我说一双 Geno 只要微信转战399，我真不信，但是这一切发生了，所以联名真的
风险大于机遇，搞不好就成了仓底货减价款了。那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会说，小花联名怎么了？小花热度多高啊？小花多香啊？但统计一下，近一两年发售的倒闭小花分别有这些，你就知道还被把它叫做倒闭花，还是给面子给泰勒的。那其实 Giano 这个鞋型在去年推出的时候呢，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再加上泰勒他亲自去演绎了户外风十足的一个宣传片，首发款啊确实收获了不少的热度。可是随着不断的配色的推出以及可观的货量啊，今年推出的几款 Giano 的成绩呢，都不尽人意啊，甚至连这一些卡其粉色还有米白蓝这么好看这么好配搭的颜色都倒闭了。麂皮皮革网布材质足够讲究，质感好，配色佳，适合秋冬穿。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还倒闭？哼，那就要问一下各路的鞋贩大神了。优点是配色好看，质感丰富，价格好。缺点是笨重的外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第一位 EU 联名 Nike Air Force One High， 2019年的情人节联名款 Air Force One 在推出之际呢，也是一双二级市场高价鞋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2020年，这双鞋的价格就跟你曾经的爱情一样。凉了，曾经跟你一起穿这双鞋的女孩现在过得还好吗？由陈冠希老师以及 Andy Fit 的前设计师一起创立的品牌，全称叫做 Emotionally Unavailable， 所以品牌名字够长够绕口也是一种特色，对吧？冠希老师，我向你敬礼。这一双的情人节联名啊，以 Air Force One High 为原型，亮点呢在于拉链代替了传统的鞋带，以及两侧的竖绑式的鞋带细节，全鞋身大面积的红色配以粉红色毛绒的 Swoosh 标志，颜色非常的大胆醒目啊。高帮的 Air Force One 呢也非常适合冬天当靴子来穿搭。那至于它为什么会凉，我想就败在了玩鞋不值得拥有女朋友这个问题上吧。那今年的情人节档呢？那可不一样，那是 Dunk。 记得我开头说过吗？这五双鞋当中一到五位，你觉得哪一位最可呢？欢迎投票在这里告诉我。那同时记得要告诉我你最想要哪一双啦。作为一名实用派，寻找倒闭好看的联名鞋真的是一大乐趣啊，欢迎大家也多多给我推荐。最后别忘了三连加关注，我们下一站加六环牛逼。